这个是还原邓有禄处的信件。谋反？啊！邓有禄是建文的人。邓有禄他们准备密谋，在五天之后，贤妃外出还愿之时，劫持了贤妃，利用苗疆蛊惑之术，蛊惑贤妃，让贤妃回京之后，杀了皇上。那他为什么要杀涂老四啊？ 因为涂老四的致幻剂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苗疆，也就是说，那很有可能就是苗疆的蛊惑之术。这涂老四的致幻药已经暴露了，那邓有禄一定会杀人灭口。而且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涂老四应该就是建文余党的成员。想不到这个案子竟然查出了一个惊天大阴谋，赶紧飞鸽传书，锦衣卫指挥使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 个蛋蛋！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阿祖，你们这儿的通信手段到底可靠不可靠？ 啊，什么手段？就是飞鸽传输啊！这信号到底好还是不好啊？你们这古人真是麻烦，在我们那儿一个微信，啪就出去了。微信？啊，微信，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微信。哦，队长，那你就放心吧。经过历朝历代的实践证明呢，飞鸽传输绝对安全可靠，使命必达。哈，这快递就是这么来的，那应该叫做飞鸽快递。哎呀，相哥。 我给你炖了10天大补汤，最近你工作太辛苦了，给你补补。真不好啊！好喝吗？嗯，哎，真的还不错哎。阿松，你要不要尝尝？不吃了，我吃素。啊？嗯，哎，这味道这么好，是不是把咱们家的老母鸡给宰了？我才舍不得呢，我还指着那老母鸡给我下蛋呢。这是鸽子汤。鸽子？哪来的鸽子？我在门口小树林捡的，不知道什么人射下来的。 队长，这个好像是今天早上我放的那只鸽子。靠！哎，你们这儿的通信手段这么不可靠啊？这不是遇到了好猎手了吗？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这样，明天早上你叫马都还有其他人，咱们再去一趟宁国府。再喝点吧。 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这个杨秋池果然不简单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邓有禄呢？自咱们的人通知他逃跑后，至今没有露面。看来要提前实施我们的计划了。这个杨秋池始终是个祸害，行动之前。 一定要找机会除掉他。